彰化市老人互助会向用宣布将办理结算了，连日以来造成彰化市老人互助会的会员大家拢真紧张，甚至连园林区和美镇等等老人互助会嘛传出要结束的消息。为了要争取家己的权益，彰化市老人互助会会员除了向彰化地检署市龙新阁彰化市老人会理事长魏成以外，嘛正式成立自救会来争取权益。彰化市老人会会员写授权书，授权予自救会向地检署提告彰化市老人会会长温彩秀春背信。彰化市老人会伫今年一月传出将要办理结算了后，连日以来造成老人互助会人心不安，因为会员无得得到正确消息，予大家烦恼六二三十年的互助会汇款无得领到。所以一再来向各单位来申请，只是因为彰化市老人互助会并不是合法的单位。虽然官府社会处协调双方坐落来沟通，但是彰化市老人会伊已经进入司法程序退出沟通。去社会处开会，社会处伊讲吼，希望两方坐落来协谈，吼、哦、来讲啊，咱的需求是安那，啊因迄个社会处因诶老人会因要安那。因啥物要改善，伊会将即个原因讲出予大家听，会讲出予大家听，安尼，啊，就是讲希望咱迄落自救会当中，我都派人出来，啊，但是莫侪人，差不多十个人左右就好啊，安尼，做一个双方面做下协谈，啊，咱将咱需求甲对方讲，这是社会主席安尼甲咱讲。尾下时阵，我有将即个讯息铺伫互助会，啊，但是可能我第一我毋是受害者家属。因认为讲，伊去地方法院已经有提过啊，所以无愿意坐落来做一个协调动作。为了团结大家力量，彰化市老人互助会会员嘛成立自救会，并且推选会长，授权会长向地检署来提过。今仔只会受害者吼，2100个，因的诉求就是希望赶过去，辛辛苦苦所纳的钱吼，会当摕回来。哦，人河尾迄边嘛，伊讲要七成来哩。阮彰化老人会人数遮多，因无一个代表要来甲阮讲，啊，阮嘛吼，伫遐哭哭，要甲因好啊参详，伊嘛无爱互阮来参详，干那卡袂着，阁叫阮讲去调查局。啊，阮即摆经案件升高啊，检察官嘛开始侦办即件案件，啊，所以咧，今仔日就是要把遮委任书送去予法院。彰化市老人互助会目前2100位会员，年会拢已经真悬。如今吃老了后，却为了棺材本行上法院，实在让人替伊唔甘。新彰化新闻北平林彰化彩虹报道。